主料，猪肉末150克，辅料，杏鲍菇、冻杆、香菇、葱、姜、黄豆酱、甜面酱、番茄酱、蚝油、白糖、清水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香菇、杏鲍菇、豆干茄丁、葱姜切碎备用，豆瓣酱、甜面酱、适量番茄酱、少量蚝油、白糖混合，用清水调匀备用。锅中下少许油，放猪肉末煸炒，炒到肉末变色并且出油后盛出备用。用肉末煸出的油包香葱姜，依次放入豆干、杏鲍菇、香菇煸炒，炒熟后加入肉末，继续翻炒，倒入酱料，炒到酱料沸腾并且和材料均匀混合后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豆瓣酱和甜面酱的多少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。放入适量番茄酱可以使口味更加柔和，蚝油则可以提鲜，但不要多放。二、豆干、杏鲍菇、香菇都很吸油，炒的时候如果油不够可适量添加，但不要多。这几样材料炒熟后会把油再吐出来。三、材料不限于这几种，花生米、土豆、洋葱等等都可以放进来，看冰箱存货随机应变吧。四、我这个酱放的比较少，适合下酒，如果想拌面用，酱料要多放一些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